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在 Wanagali 自然保护区种树。那么首先呢，如果地上有杂草的话，请把杂草去掉，然后挖一个足够深的洞，里面放一些吸水石，然后把树苗放进去，把土放回去，放回到洞里面，然后上面再放一些木屑，浇一点水就可以了。